请掀开经本，课会第二十面，经文倒数第四行，从二十五愿看起。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愿啊，也是一段。前面从第十八愿，生念必生，乃至往生正因，古大德都说这是四十八愿的核心，也是弥陀的根本大愿。十九愿跟第二十愿可以说是第十八愿的补充，非常重要。二十一愿这是专属过去生中造作罪业现前习气很重的众生，如果能够忏悔，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能往生，不会再堕恶道。但是诸位必须要记住前面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报告，世尊在大乘经里面时时刻刻劝勉我们，提醒我们要深解义趣，尤其是不能把佛经错解了。现代这个时代，错解佛经的人、曲解佛经的人实在是很多啊。所以虽然一生呢也很认真努力修学，但是都得不到想象当中的成就，乃至于我们求往生都不可能。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自己一定要深思。要反省，要检点。决定是自己把经义解错了，误会了。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纵然口念弥陀，口善，身每一天拜佛，身善，可是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存心，存心还是自私自利，念头还是损人利己，有时候不知不觉，
毛病习气常常犯，最容易犯的毛病，懈怠懒惰。把我们正当的事情疏忽了。什么是正当事？我们出家同修言教念佛是我们正当事。言教诸位发心将来弘法利生，这是你的本分事。为什么叫你每一个星期到念佛堂来念36个小时的佛呢？报佛恩呐，报常住恩呐，报施主恩呐。佛教给我们知恩报恩呐，所以这个36个小时的念佛堂绝不能懈怠。懈怠了，我们就忘本了。你还能得诸佛护念？你还能得护法众神的拥护吗？没有佛的护念，没有众神拥护，你不会开悟。你还是每天烦恼增长，不是智慧增长。末法时期学佛，念念当中都要求三宝加持。今天是圣诞节，距离2000年只有几天了。西方许许多多预言家都说，中国人也有说，这个世纪末有灾难。可是我看诸位现在好像都很欢喜啊！世纪末再有几天就过去了，没有灾难吗？你如果冷静地去思维，世纪末不是1999年，世纪末是2000年的12月31日才是世纪末啊！不要以为灾难过去了，没过去啊，才开始啊！我们念佛决定不能放松啊，要加紧努力，这才是正确的。决定不能够退心，要知道自度度他。因缘就在此时此地，这个因缘稀有难逢啊，怎么能空过？100年是一个世纪，1000年是个大世纪，算总账啊。给谁算账？人与人算账。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人与人算账啊。人与自然环境算账。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由于无知，由于自私，对不起自然环境。
所以有许多天然灾害，那是大地给我们算账啊，还有鬼神要给我们算账。我们今天许许多多人麻木不仁，不知道觉悟啊，不知道厉害，啊，过去听说八月间有灾难，大家非常精进，啊，认真努力，好事好现象。灾难一波一波的来，一次比一次严重。希望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认真努力念佛。行门当中，念佛是无比的殊胜啊！念佛能消业障。念佛能开悟门啊？怎么念呢？不是口头上念念，心里头要有佛。口里头念佛，心里面没有佛，这个没有效果，没有感应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古人讲的寒破喉咙要枉然，心里有佛，行为当中有佛，生活当中有佛，工作当中有佛，处事待人接物当中都有佛，这才叫真正念佛人。这种念佛，古大德所说万修万人去啊。所以经中字字句句都含着无量意，我们一定要深解，解浅了不行啊。解浅我们得的利益浅，解深你得的利益就是，你知道这个佛怎么念法。一定要念到心口相应，心行相应。那你要问，怎样才相应呢？我们在开经之前就跟诸位报告过了。世尊在本经当中的教诲，我们百分之百做到，那你就上上品往生。你能够做到90%，还有10%做不到，你上品众生。如果90%还做不到，你能做到80%，你上品下层，这样逐渐往下降，至少你要做到20%呐，20%你才有下品下层，20%都做不到，只能给阿弥陀佛结个缘，这一生不能往生。所以首先我劝导大家要把经文念熟，劝你念3000遍的是你能熟记，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间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在经上是不是这样教我的，我起这个念头，我说这一句话，我做这个事情，有没有违背佛的教诲？
这个叫念佛。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教我们不可做的，我们决定不违反。佛是这个念法。意思很深很广啊，这叫发菩提心，叫一向专念。所以真正念佛人有几个？在念佛堂念佛，跟你在家里念佛不一样。你在家里面念佛是自度，你在念佛堂念佛是自度度他，不相同啊。你在念佛堂念佛，有一切诸佛如来加持，龙天护法善神拥护你。你的感受不一样啊！你一退心啊，全就完了。所以，娑婆世界修行不容易成就啊，不容易成就，原因在哪里呢？进得少，退得多。诸位念佛堂的同修，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如此？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念佛堂原先念到几天很欢喜，逐渐逐渐退心了。这个情形我很清楚啊，也很正常啊。古大德说得好啊，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呢。学佛两年呢，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化云烟没了。所以你们刚刚进念佛堂，佛在眼前了。念上个三个月半年，佛在天边了。现在念了一年了，当然佛化云烟了吧。所以这是正常现象，反复正常的现象。如果你坚持不退，你不是反复啊。那我们就晓得，你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念一段时期退心了，不想再来了，兴趣提不起来了，你是反复。你只能跟佛结个缘，这一生不能往生。道理我们要懂啊！你的心、你的行，很容易受外面境界诱惑。很容易动摇，并不坚定。要想坚定信心，谈何容易？信心之坚定有两个来源，一种善根深厚，无量界培养的深厚善根，像今天离开的吉林省白果兴隆寺明虚法师给我们讲他们道场的那个老比丘尼不认识字，那是善根深厚，这种人决定啊上品上生啊，那不是普通人，
确实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他来给我们报告这些状况啊，许多同学都听到了啊，我特地让他把这些事情详细说明，我们做了一个录像带啊，这几天我们大家忙着温馨晚会啊，年过了之后，这些东西很快我们就做出来，让大家看看，真干啊！信心第二个来源，深入经藏，所以一个道场为什么要天天讲经？目的无非是帮助大家建立信心，帮助大家坚定信心，帮助大家得到不退转呐。三天不听经，我们就退转了。古人讲得好啊，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全非也，那就是退转了。要很认真的去读诵。什么叫认真？什么叫不认真？认真读诵啊，就是把我们自己思想、见解、言行，每一次读诵都要比照一下。佛所说的，我做到了没有？哪几句我做到，哪几句没有做到？这叫认真的读诵啊！戒行相应啊，行帮助戒，使你这个结更深，结帮助行，使你行更圆满，结行相应。会用功的人，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精进不懈，这种人修行正果，一生就成就。哪里需要三大圣起见？不需要。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一生圆满菩提。你们读华严，尤其是读四十华严，有没有看到？善财为我们做榜样，我们要效法，要学习，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这个叫真正修行人。真正觉悟的人，本经里面所说的如来第一弟子，稍稍放一懈怠，我们自己立刻要警觉到，我又遭魔障了。什么魔呢？懈怠是魔，懒散是魔，烦恼是魔，习气是魔。一天到晚，时时跟魔为伍，你还会有什么成就？菩萨跟魔恰相反，菩萨念念不离六波罗蜜，尤其是六波罗蜜里头精进波罗蜜，
世尊在《大乘经论》里面常常教导我们，精进是菩萨唯一善根呐。菩萨为什么一生成佛，就是靠精进呐。我们今天精进提不起来，精进是度放逸的，精进是对治懒散的。会用功的人，世间事业学业有成就的人，都懂得善用时间。每一天24个小时，你要能控制得很好啊，什么时候办什么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是个成功的人呐，修道更重要啊！同学们在此地，你们每天要学讲经，要写讲稿，要整理笔记，要看一些资料，你的时间要会分配呀。你就不会懈怠，不会懒散，不会觉得我时间不够用。我们今天唯一能够做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两句话要能够兑现。念佛堂里36个小时要占70%。我们自己在经教上下功夫，认真努力修学，学讲经只占30%。所以念佛堂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能够疏忽。我东西没有准备出来，只好念佛堂时间减少，回去温习功课。这是你不善于利用时间，你没有把自己时间控制好。天天在教理上下功夫，天天在听讲经说法，总不至于懈怠了，依然懈怠。你懈怠不要紧啊，影响了整个佛法。为什么呢？念佛堂念佛的居士看看，哎，这法师们都不念了，算了吧，我也不要念了。你在念佛堂做了个坏样子啊！我们这个讲堂前面两副对联，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你这两句没做到啊。出家学人要给在家学人做好榜样，全心全力在戒行两门上下功夫，其他闲杂事情统统放下，不闻不问，专心一意，
我们的道业才有成就。佛在经上常讲啊，至心一处，无私不办。我们要把心放在道业上。世间事情不必过问了，由世间人去处理。所以我劝同学们，真正要想成就，绝不要搞道场。道场是什么人搞的呢？菩萨搞的，再来人搞的，我们是凡夫啊。所以你看看中国古时候这个道场，寺院丛林，里面的住持、首座，围闹建院，乃至于108单的执事，诸位看看，古时候这些善知都是诸佛菩萨化身来的，他们可以搞这些闲杂事务，那是再来人，他不怕，他的事情再多，应酬再多，心底永远清净不染。他有这种能力啊！我们今天一管事了，贪嗔痴慢起来了，那怎么行呢？自私自利的念头起来，决定堕落啊！我们一定要认清自己，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是不是真的佛菩萨再来啊？如果不是，是个凡夫，就老老实实干凡夫的事情。听佛菩萨的教诲，万缘放下。一心认真努力学习。等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成愿再来。你可以来主持道场，帮助群众啊，帮助大众啊。自己没有成就，要度别人，无有是处。这佛经上常讲的啊，所以一定要万缘放下，所以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很广。前面我们念过第23愿。专职女人，文明敬信发菩提心，往生极乐世界就转男身。转男身，诸位要晓得，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说。这个种说法是随俗地而说。真谛说法，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男女相，西方世界平等一相。生到西方世界，相貌这个身体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那个世界平等法界。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们一看就明了哪些话是随顺众生说的，
哪些话是佛陀亲证的境界？那么这个里面文明发心重要啊，发什么心？发菩提心呐！菩提心，真正觉悟的心，真正修学的心。菩提心这个名词我们很熟，意思很难懂。很多人不求甚解，含糊笼统啊。反正听了，对他也不注意，谈不上发心吧。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想修行、想成就的人，那就不一样。他一定要深入探讨，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的本质是什么？菩提心的样子是什么？他总要搞清楚，让自己有下手之处啊！菩提心的本质，真诚心。但是什么叫真诚？我们现在人也要搞不清楚啊！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心很真呐，很诚呐。都以为自己有真诚心，不是佛所讲的标准。佛所说的这个真诚，是决定没有妄念。经论上常讲，真心立念呢，你有念，这个心就不真，就不诚了。禅宗看到我们念佛人，他摇头啊！为什么呢？你心里头还有阿弥陀佛，不是真心啊！真心里头没有阿弥陀佛啊！所以禅宗我们常听说，禅宗的人念佛一生漱口三天呢。好严重啊！这些都是表法。他那种方法是对治我们念佛执着念佛，是对治这个。但是我们今天是凡夫，凡夫一定要执着。弥陀经上教我们，执持名号。我们把其他的执着统统放下，只执着阿弥陀佛。这样念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如果不执着，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那个品位就高了。有人也想学，一学呢，就坏了。决定学到三我道去了，他要学念而无念，我不念就是念呐，那我念就是不念呐，话说的好听呐，其实全盘都错了。他不懂啊，那个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的人。佛号24小时决定不中断，那是念呢，也叫无念。无念什么？心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叫无念。他念个无念是合在一起的，一桩事情啊。事上有念，理上无念。相上有念，性上无念，这叫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呢？不是说我不念就是念呢，
这不是狂妄到极处啊！他不堕三途，谁堕三途啊？不能错了，我们不是那种人，没有到那个境界，念佛堂老实念就好。啊，千万不要错会了佛经的意思。啊，新龙寺的同修，他们是一个很认真的念佛道场，啊，也很难得到这个地方来一次。他们那个老和尚是个老比丘尼，我们现在在搞清楚。上一次东北同修来给我们讲，这个老和尚曾经被山神请示，北韩有100多个山神修行，想请一位师父去领导他们。他们现在都修净土法门，也都修无量寿经，用的是我们的本子。就选到这个老比丘尼，8个山神，还请天神帮忙，把这个老和尚抬走了，用旋风，用风把他吹跑了。到韩国边界了，他说中国的护法神太厉害了，护法神现大身，天神看到了走了，他们自己也没办法，才把这个老比丘尼放下来。放下是长白山的如来寺，已经距离他自己住的地方啊1000多公里。这个是事实，活人呢被他们用法术啊带走了，那么就是他从空中掉下来，在如来寺，过了几天再通知自己的道场，自己道场心里慌了，明虚法师是他的护法，所以就有人呢去到政府报告，这老和尚不见，是不是他们把他害死了？他们也很紧张，到处找找不到。过几天，老和尚打个电话来，说明这个事情。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怎么会一阵风、一阵旋风把他吹到几千公里之外？回来之后，有一天他在念佛止境的时候，出现了8个人，8个人给他磕头，给他忏悔，说明他们是山神，就把这段事情说出来，他这个事情是他们8个人干的。现在既然法师请不回去，我们也没有脸回去见他的同伴，想皈依，就在山上跟这个法师一起学佛。这法师答应他，给他们说皈依。那么这8个山神现在变成这个新龙寺的护法。我们这个道场也有不少鬼神在护持，道场的殊胜庄严，如果不得诸佛护念，不得龙天善神护持，是办不到的呀。同样一个道理，国家兴旺
也是诸佛护念呐。也是众神拥护啊，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事实啊。现在科学家证实，时空是多元的。所谓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到无限度空间。每一个维持的空间都有众生，高维持空间的众生能看到低这个维持的，低维持看不到高维持的。我们所谓的众神，也就是高维持空间的众生，他们确实存在，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尊重，也不能不往来。我们得到他们的护念，样样事情就能顺利。吉祥。如果与这些鬼神相违背，鬼神离开我们，妖魔鬼怪就现形了，我们就会遭灾难了。现在这个社会，现在人口很多，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违背了道德，天神远离我们了。妖魔鬼怪围绕着周边，麻烦在此地。我们如何帮助自己？帮助道场，不是帮助一个道场，帮助一切诸佛道场，帮助社会，帮助众生。最殊胜的方法，发心到念佛堂来念佛。当你有空闲的时候，你来念佛；你有事情的时候，你回家去办事。得空得闲，就到这念佛，决定有利益。你能够发心3年不间断。你们家里的就会有改变了，一家老少健康长寿啊，家庭和睦，事业兴旺啊，一切不如意的事情你就不容易遇到，你得有恒心呐。这个进进退退，进得少退得多，没用处。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情，你还是常常遇到。为什么会遇到呢？你学佛不如法，你心不清净，你心不坚定。进得少，退得多，这是真正的原因。我们知道这个原因，要把这个原因消除。认真努力地去修学。居士林这个道场，诸位也曾经听说。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高僧大德到这边来访问，
到这边住过，对这个道场都赞叹了。他们对我们确实有鼓励，可是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啊。比那个没有修学的道场稍微好一点而已，做得不够好。无量寿经上的教诲，试问问我们有没有做到两成？恐怕没有做到啊！做到两成呢，这才是下下品往生啊。做到三成，下中品往生；做到四成，下上品往生。我们认真努力去做，要向上提升呢，不能够下降啊！换一句话说，决定不可以退转。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愿，第25愿，以及下面两愿，在本经下老居士汇集的，这是第14章。老居士汇集这一段经文，我们在《没关系》序文里面看到，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愿24章，愿文24章，里面的细目48条，把5种原以本的面貌都保存住了，非常难得，非常稀有啊。25到27，这个三愿呢，这是得利益之下者。怎么是说下者呢？念阿弥陀佛，学习净宗，往生的意愿不强，觉得这个世间还不错，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那么修学佛法念阿弥陀佛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个三愿说的就是这些事情。这种人多啊，比发愿往生的人不晓得多多少倍呀。这是说明念佛是真有好处，但是一定要依教奉行才行。如果不能够依教奉行，单单只靠口念不行。这经文上好写清楚嘛？你看看，闻我名字，欢喜行药，这2个字意思很深呐、真信呐、真喜欢呢，但是又舍不得离开娑婆世界，就是这些人。娑婆世界里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特别是娑婆世界的富贵人，贫穷人呢，他真的舍得，太苦了，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吧。富贵人呢？极乐世界是好，我还没见到啊！我现在眼前的好的时候，我亲眼看见的，舍不得离开啊！可是你要想得世间的富贵，不会舍掉富贵，真干。怎么干法呢？礼拜归命。
欢喜信要是心结，礼拜归命是修行。礼拜不是字面上说的，你每一天拜阿弥陀佛啊，那也是，那是意思之前者。啊，有人专修这个法门，每一天拜三千拜，我也干过。啊，不过我每天没有拜到三千拜，我过去每天拜八百拜。啊，我拜了半年了。这是形式，以后我们懂得了。礼拜这两个字，就是普贤十愿里面礼敬祝福，就是这个意思。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就像恭敬阿弥陀佛那样的恭敬，这叫礼拜呀。归命是什么呢？敬行受。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那叫归命。归是回头啊，一是依靠啊，真正回过头来，依靠这一部经的教诲，经上叫我们做的，努力去做；经上叫我们不能做的，绝不违反，这叫归命。绝对不是说做一个形式上的皈依就完了，没用啊。所以佛法的修学，重实质不重形式。实质心真的是佛心。佛的心是什么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五相十个字，就是经上讲的菩提心。这十个字当中，每一个字里面都具足其他九个字，才是真的，不能分开的。什么是真诚呢？清净是真诚，平等是真诚，觉悟是真诚，慈悲是真诚。什么是慈悲呢？真诚是慈悲，清净是慈悲，平等是慈悲，觉悟是慈悲。华严上说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我们的真心，真实的菩提心。表现在行为上，叫菩萨行。菩萨行是什么？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同样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布施里面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又禅定，又般若，这叫布施啊。持戒里面有布施，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那叫持戒。任何一法决定圆满具足一切法，这叫大乘佛法。
六度不能分开呀，不能看成六桩事啊，一桩事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啊，佛法是不二法，二就不是佛法，二都不是佛法了，你把它分六个，那哪里是佛法了？六即是一，一即是六，这是佛法。你要不明了，要不懂得，你从哪里下手？我们要真搞清楚，真搞明白，懂得经上礼拜归命是什么意思，这才能下手，知道自己怎么做。底下两句具体跟我们说明，怕我们在前面这一句话含糊笼统，不求深解。底下的以清净心修菩萨心，清净心刚才说过，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叫清净心。清净心一定包括其他的四个心，修菩萨心，菩萨心就是修六度心的。世尊在《金刚经》上教导我们，立一切相，修一切善，清净心就是立一切相。菩萨行就是一切善啊！我们要用六波罗蜜的心态，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所以立相是看破，这个是看破啊。修行是放下了。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帮助放下了。清净心是智慧呀，菩萨心是方便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菩萨心。我们今天的心不清净，如何修清净心？要在行当中去修清净心。行是生活，是工作，是应酬，在这个里面学不着相，心就清净。不着相这一句话还是很笼统，金刚经上跟我们讲的很具体，一切相是什么呢？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佛用这四相概括世出世间一切相，所有一切现象总离不开这四个范围。说出这四个范围，就是立一切相啊。你的心清净了，这个话如果一下还体会不过来，我们再说白一点。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说的，妄想分别执着，
与事出世间一切法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你的心就清净。清净心是真心，清净心就是真如自性。宗门里面常讲明心见性，清净心现前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清净心一定从四相上修，我们每天从早到晚睁开眼睛看这个形形色色，耳朵听各种音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去修啊。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这是相有啊。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是性空啊。空有是一，不是二。真修行，真用功啊，这是古大德常讲的关照。24小时，一分一秒都没有摄照，摄照是功夫间断，功夫一间断，烦恼就起现行。什么烦恼呢？妄想分别执着起来了。所以我们要警觉到，妄想分别执着一起来，我们照的功夫失掉了。咱们念佛念的功夫失掉了，古德也常说，特别是对我们初学，我们初学言能不失照，能保持不失照，你已经不是凡人，你是圣人呐！凡人的功夫常常失掉，断断续续啊，这是凡人呐。功夫能够绵密不间断，圣人。一切时，一切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遇到善人也好，恶人也好，功夫决定不间断。这个人就超凡入圣了。看他功夫的前身，他是大圣还是小圣，决定不是凡夫。我们要努力啊，把自己从凡夫提升到圣人啊。人家能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们每天的读经读的是什么？读到哪里去了？天天听经听到哪里去了？读经听经不起作用，充其量阿赖耶里头种个善根，你的言行没有改变，功夫自然不得了。从前李炳南老居士，你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消不了业障啊。转不过境界，这是自己不善于用功。换一句话说，不知道怎样修行。修行两个字我们要认得很清楚，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
叫做修行啊。修行在起心动念之处啊，修行在开口想说话之处啊，修行在身体动作之处啊，这叫真的会用功，真的会修。佛法之殊胜，聪明人一接触就了解了。就向往，就羡慕啊！我们有机缘接触，不知道羡慕，不知道向往，这是佛法里面说的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我们因缘有了，善根、福德不具足啊，所以有这个现象。我们看看社会上有一些群众，善根福德有，没有机会接触佛法，语言不成熟，我听到一些天主教的修行人跟我说，早年我就听说了，我在天主教的学院啊，在台湾多玛斯修道院，他们办了个研究班，我在他们的班上讲解佛教精神生活，学员们听到赞叹，衷心的佩服啊！佛法说的说得高，说得圆满。我在新加坡也曾经听说，这些人我们一接触就晓得他有善根有福德，没有缘分遇到佛法。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亦复如是啊。弥陀经上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今天语言具足了，决定不少，就怕善根少福德少啊。善根少的理解不够透彻啊，福德少的现象是呢，还会懈怠，还会退转，还会懒散没福。三个条件通通具足，那这个人是极乐世界的人，是极乐世界的佛菩萨，他就不是凡夫了。那么我们今天语言刚才说了具足，善根福德不具足，有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善根福德提升呢？有，每一天讲经说法就是帮助你提升善根福德。这个经教真听懂了，真搞清楚啊，真搞明白了。所以善根福德差一点呢，可以补习啊。每一天读诵经论，研究讨论，这就是我们补习教育。我们正在干呢。
所以干，有些人有效果，有些人还是没有效果。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有一些人听了之后真做，那就有效果。有些人听到之后还不肯去做，那就没效果。肯做，随顺佛陀教诲，要肯做啊。不肯做的，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换一句话说，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自己烦恼当家，还是自己的想法看法做主，这不肯做啊。肯做的人呢，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的想法看法，依靠佛陀的教诲，肯做啊。真正归命啊，不容易。身体不好，常常多病，或者生活环境常常遇到困难，还去算命，还去看相，还去占卜，这个就不相信佛法。真正相信佛法了，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不但连这些放下，身体害病啊，也不看医生，也不必吃药，统统放下了。相信佛法啊，佛教我们什么？佛教我们修清净心，心地清净，百病不生啊。心地慈悲呀，什么样的毒害都化解了啊！慈悲是最好的消毒的特效药啊。世间再毒的东西，遇到慈悲心都融化掉了。佛教我们修，我们没有真修啊。真修修的功夫还不到，那当然你还得找医生，还得吃药。但是你要有个信心，我找医生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吃这个药啊也吃的次数越来越少，过个一两年完全不要了。现在需要看医生，却吃药，过度时期，我在修清净、修慈悲，功夫还不到家。修到功夫到家了，不要了。你们看看，李牧原居士今天不要了。这是我们的好榜样。有人给我们做证明，佛家三转法轮做正转，给你做证明。现在做证明的，实在讲，在我们的周边太多太多了。只要你留意，只要你冷静，你就观察到了。诸佛菩萨常常给我们实现啊，所以清净心、菩萨心多么重要啊！菩萨心就是我们下边所讲的，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菩萨心啊。文明
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一生当中有缘分遇到净土法门，根心力的，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高品位的往生，这上根人得上等利益，中根人也能得生，生凡圣同居土，这中等利益。次第讲是下根人，没有意愿往生，得人天福报，下等利益。所以有缘分遇到这个法门，个人根性不相同，发心也不一样，或者是发心不够坚定，或者是心愿不深，或者是念佛进进退退，所以跟经上所说往生的条件不能够完全符合。我们曾经听说，很多地方流行，从日本那边传来的本愿念佛，他们说我们这种念佛的方法不能往生，要学他那种，他那个念佛才能往生。我在香港有同学来问我，本愿念佛是不错，可惜他没有本愿啊。我们念佛能往生，他念佛不能往生啊。他把阿弥陀佛的本愿解错了，他不要48愿，他只要第18愿，其他的都不要。今年元旦，我们办一个温馨晚会，9大宗教联合在一起，为全世界和平祈祷。我们设计了个图案，图案是个拼图，大的拼图。拼图诸位晓得，少一片就不圆满了。48愿是个拼图，少一片也不圆满，何况48个拼图啊，他只要一片，其他的47个他不要了，这种人能往生吗？我就告诉你，本愿念佛是没古在祖师大德讲的没错，他们自己完全错了。48愿的任何一愿都具足其他的47愿。少一愿，这一愿就有欠缺，就不圆满。第18愿，圆圆满满具足其他47愿，少一愿，第18愿不圆满。大家好好想想这句话，想想这个意思，别上人家的当。耽误了自己这一生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
过失都是对于经论了解的太浅了，了解的太少了。存一种什么心呢？侥幸的心理。哎呀，我只要有意愿，只要有，我每天只念十句佛号，生念就毕生了。这个生念念佛，其他都可以打妄想，其他都可以搞自私自利，都可以搞损人利己。你们想想看，这种人能往生吗？哪有这个道理嘛？我们一个平常人想象这种说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所以诸位同修要知道，佛法是完整的。这一部《无量寿经》，它的内容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全部的《大藏经》，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句话一个字没有欠缺啊！经文虽然不多，通通包括在其中。所以我常常跟同学们说，经中字字句句含无量意啊！一句经文，我们讲100年也讲不完呐，哪有那么简单？这是真话啊！所以佛说深皆意趣，那个深是没有底的啊。同样是一部经，初住菩萨所了解的就比不上二住菩萨，二住菩萨所了解的比不上三住菩萨。菩萨地位越高，解得越深越广。这是功夫问题啊！哪有那么简单？哪有那么容易啊？所以我们学佛绝不可以得少为足。以为这个经我学过，哎，我也会讲了。你就感到满足了，你就止于这个境界，再不会提升了，可惜了。一定要晓得经中境界深广无际，义理之深呢，没有底线的，我们才不敢掉以轻心，才会认真努力去学习。所以只要你肯认真努力学习，天天有好境界，天天有悟处啊。这个里头有真落啊，法喜充满了。这就是慧能法师讲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天天生智慧，时时生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悟处，不但经文每读一遍有悟处，在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也天天有悟处，待人接物也天天有悟处，这个人怎么不欢喜？怎么不开心？般若经上讲，常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呢，真的是如此吗？一点都不假嘛。
你得不到法喜，得不到欢喜心，是你愚痴，你迷惑。你在经教里头没有悟处啊，你在生活当中没有悟处啊，你要认真反省，要认真检讨，要回头，要改过。啊，那么你要问我，我得不到法喜，不能够领悟的原因在哪里？你没有依教奉行。啊，我给你答复就这一句话。你看看佛在一切经上，凡夫叮咛，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话佛说了多少遍？凡是说的变数多，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话。一部经看完之后，其他的记不住，重复次数太多了，印象很深的，一定可以记住。我们有没有受持？有没有读诵？有没有演说？演是做到，表演给人看了，做出来给人看了。我们到念佛堂念佛是做出来给人看的，在家里面念佛只是自己自立，念佛堂表演给大家看的，表演给一切众生看的，不一样啊！我念佛在家念就好了，何必到念佛堂来念？念佛堂念是为人演说，佛这样教我们的吧，我们就老老实实这样做嘛。自己在家里念佛自立，到这个地方念佛立他，功德意义不相同啊！到这个地方念佛堂来念佛，庄严道场，是弘扬净宗。念佛堂的人越来越多，声名传到外面去了。外面人向往啊，要到这个地方来学习啊。所以你到念佛堂来念佛，你是弘扬净宗，弘扬正法。你在家里面念佛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到念佛堂念佛最重要的意义是弘法利生。帮助诸佛如来戒引广大众生，你说这个功德多大？这个意义多大？所以念佛堂来念佛，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念佛缘。你在家里面念，戒不到这个缘呢。所以我常讲，影响的面大，虚空法界；影响的时间长，无量劫；影响的深，上根的当生成就，下根的也种了福种。真正的福田了。
我们希望净宗，希望正法能够利益全世界的众生。从哪里做起？就从念佛堂老实念佛做起。讲堂来听经，弘扬解门；念佛堂念佛，弘扬行门。戒行要相应啊，这是因为现前大众善根福德不具足啊，要靠些解门帮助提升。道理在此地啊，那么我们今天解门时间太短，一天才2个小时将近，不够啊！前几个月，天目山齐居士到这儿来给我们做报告，天目山上的众神要求听经。他们现在每天大概是播放2个小时，啊，播放录像带，鬼神闲，时间少了，但是山上没有电，啊，他们自己买一个小发电机又来发电，电力不足。最近他们写信告诉我，希望把这个电拉到山上去。然后播放讲经录像带的时间可以加长，满足鬼神的愿望。听经能够提升善根福德，非常重要。我们居士林二楼、一楼，你们现在看播放讲经的录像带24小时不中断，原因大家都晓得，应此地护法鬼神的要求啊。所以那个杜美玄居士跟他兄弟们讲啊，你们要不发心听经，连鬼都不如啊！鬼都要求在那天天听经，那时间不够。所以我们每天2小时，何况还不专心？你怎么能提升你的善根福德？没有善根福德，你怎么能够不退转？通通都有连带关系，所以诸位同学一定要晓得，要清楚，要明了。菩萨行一般经论里面都以六度为标准，我们修净宗，当然人家六度后头加个万恨，意思就圆满，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必须要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才真正懂得，真正明了。所以我们在净宗同学修行手册里面列了5个科目，大家要记住啊！你要记不住，你怎么能修？忘掉了，那忘掉怎么行呢？
第一个科目是三福，所以你天天要问问，你是个念佛人呢，时时刻刻要念住，孝养父母，我做到没有？奉事师长，我做到没有？慈心不杀，我做到没有？修十善业，我做到没有？这是佛法修学根本的根本。无论修哪个法门，宗门教下显宗密宗，都是从这个根基上建立的。我心不清净，念头不善，言行不善，我对不起父母啊，对不起老师，你就没做到啊！起心动念，要想一想，我这个念头能不能对得起父母？父母希望我们在社会上做个好人，做个贤人，做个圣人。老师对我亦佛如是，尤其我学佛了，学佛了，这个标准是佛菩萨，我的心行像佛像菩萨，父母高兴了，这孝顺父母啊，老师高兴的，奉事师长啊。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不善的，就违背了学佛，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所以修行就从这个地方修起，从起心动念上修起。我们有没有慈悲心？慈心不杀，着重在慈心。今天讲的爱心呐，无私的爱心，无条件的爱心，爱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这个心是学佛的根本。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个是做佛做菩萨的根本。修十善业是给我们最具体的最初入手之处，从十善下手啊。念兹在兹啊，有了这个基础，这才能入佛门。入佛门受持三规。三规我们也讲了很多遍。这一次在吉隆坡又说了一遍。现在同学们不错，把在新加坡讲的、澳洲讲的、吉隆坡讲的、三次讲的，都汇合在一个小册子里。这个做法很好，要懂得三规的意思，
从哪里归呀？依什么啊？从迷惑颠倒回归，依正觉。从错误的想法看法回归，依正知正见。什么是错误的想法看法？凡是自己的想法看法错误的。什么是正知正见？佛在经上所讲的想法看法。放弃自己的成见，依佛菩萨经典的教诲，这叫皈依法了，皈依正了。从一切污染回过头来，依清净心、清净身、身心清净，这叫皈依身。我们是不是这样做？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做？每一天要检讨，每一天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在菩萨道上走？有没有偏差？有没有走到邪道上去？所以佛给我们说的早晚课，早课是提醒我们，晚课是反省检点改过，你才会天天有进步啊！你才会保持着不退转啊！我们在此地才2年了。2年，我们这个道场试办，这个我在开头都跟诸位说过，我们的讲堂念佛堂试办，不是正式办，正式办怎么办法呢？念佛堂的人报名参加，这个规矩不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晋宗初祖东晋时代庐山远公大师开始的，他那个念佛堂报名参加的，123人，个个成就你应该是一定的，你报名了不能退出道场是有界限的，界限的不可以越界你的活动一定在界限之内，这叫真正念佛道场。我们这是试验诸位如果真正想念佛，大概明年语言会成熟，我们会建立真正念佛道场，报名参加。进入这个念佛堂，那要接近，不可以越出界限。当然在这个现在的时代，我们也不采取像员工那是进行受的我们可以采取3种方式。
一种呢，上品的，3年，啊，3年，老老实实念3年，不能出界限。中品的呢，1年，下品的半年。啊，你要不能到那水念6个月，别进去，那就还没有你的份。到此地来，这练习道场可以，可以进进出出的，真正念佛堂不许过。啊，我们也不定太长的时间，啊，就跟一般闭关一样，3年，你到那老老实实念3年，啊，3年念完之后，你喜欢再念继续念，啊，继续你想念多少年的时候，3年一期，啊，再念3年，啊，否则的话3年念完了，你可以下山，你想到哪里到哪里。我要开这个念佛堂啊！现在杭州东天目山找我，我就想在东天目山建念佛堂。人数多少呢？云公大师定的人数是123个人，我们不敢超过祖师，名额也就123个。可以少，不能多。啊，上面分上中下3品，啊，下品6个月到期你可以走，啊，再有别的下品的可以补这个位置，啊，中品的1年，上品的3年，我打算在那里办这个道场，啊，缘很可能会成就。难得了，不容易呀！啊，今天缘成熟了，啊，所以诸位在此地练习，啊，真正想去啊，先练习，啊，练习好了，大概可以没有问题了，再报名。啊，不赶3年嘛，先开始都是6个月就可以了，到山上去念半年去，啊，念6个月。所以菩萨行，就本经来讲，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但是这个念里面是个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昨天早晨，我们把早餐开始的华严经都停下来，啊，为北国兴隆寺的同修，他们18个人啊，北京的这个30位同修，说明念佛要怎么个念法啊。那么这2个小时的讲演，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啊，可以将来做成一个单独一个这个微CD单独流通。啊，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晓得佛念佛念是什么意思，怎么念才如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懂得的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无疑不是念佛。啊，你不懂得就没法子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